哎哥，医生说可能有个肾跟爸的匹配，如果确定的话，我想给爸换肾。换肾？你拿什么钱换肾？我还没凑够呢，我再想办法吧。你想办法？你能想什么办法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哥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能请假回来一趟吗？爸的意思？他不明说，可是他每次只要一睁眼就念叨你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就是怕哪天一闭眼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行了，别说了啊。找我干嘛呀？三儿啊。啊，找时间照两张相。上次出那事儿，好像他们有察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经理一上班，发现地板有脚印，就把那清洁工叫过去问半天，搁那儿。你是不是拿着什么东西了？没有。你瞒不了我啊！你肯定拿着什么东西了。我就顺手走的时候拿他一包烟，我也没想他心里有数啊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只配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贱！以后你放心，绝不会出这种事儿。三儿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咱们现在可不能有一点闪失。再往前赶20多米，就到金库了。我知道，你放心，大哥啊，那没事，我上班去了。记住了，我知道，别急啊，大哥。记住了啊，我知道，大哥。小丽，陶陶在押运过程中打的那个电话查出来了，不是打给家里的，打给向洛阳的。我知道。你早就知道？电话没有打通。他一个当兵的给向洛阳打电话，而且是在押运的路上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调查过了。向洛阳是看好他的身手，想请他当个私人保镖。有钱人想挖我们的墙角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件好事哈。真是你说的这样，向洛阳那么有钱，我担心陶陶扛不住这种诱惑。这个思想教育问题啊，是绝对不能放松。没事儿，你得多敲打敲打他，这方面你是强项啊。他还是比较听你的，你说比较合适。行吧，不说。报告，进来。指导员，什么事儿？我想请个假。我弟弟来电话说，我爸病情严重了。什么病啊？肾衰竭，每礼拜要做一次透析。那得花不少钱啊。是，现在还欠了医院不少。你是不是经常问郭铁借钱啊？有没有这事儿吧？有，但都是因为我爸的病。之前为什么不向组织反映？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。这样，你先去准备一下，我和队长商量一下。是。说一下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把晚点名的时间提前了，宣布两个事情。第一，战士陶陶在押运途中违反保密纪律，用电话跟外界联系，给予通报批评一次。第二件事，陶陶的父亲重病住院，支部决定号召大家为他做捐款，咱们多有的多出，少有的少出。报告指导员，我不要。这是支部的决定，我只负责执行。你的难处支部很理解，今天一早支队长就把他那份捐款送到我手里了。团结互助历来是我们军队的传统，我就不多说了。
在今天晚上熄灯之前，大家把捐款送到文叔那儿。接下来说几个小事儿。郭铁，到。出列。我记得你刚入伍的时候，我曾经批评过你字写的丑，你当时向我保证说你的字肯定是用手写的，有这事儿吧？有。报告指导员，自从你批评过我之后，我用心的临摹了6个月的字。嗯，字是有进步，但今天我说的不是字儿。来，你把你的执勤日记给大家念念。是。凌晨1:25，一辆载货的客货两用车由西向东驶去，这时一位白衣少女翩然而来。不要笑，郭铁，你解释一下这个翩然是什么意思。报告指导员，翩然它是形容词，它是形容一个漂亮的女孩走路的样子。不要笑，我抽查执勤日记，很多战士用语不规范，比如郭铁这个翩然，翩然而来之后呢，是不是就应该思绪飞扬、浮想联翩了？不要笑，你是拿这个执勤日记开玩笑呢，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词儿就不应该出现在执勤日记上。这不仅是规范的问题，还反映出某些同志防范意识差，在执勤的时候思想严重溜号了。记住了，你们是哨兵，是国家安全的卫士，不是高中生。不许用执勤日记做作文，听清楚没有？听清。开饭。是。郭英的连队唱。郭英的连队，郭英的兵，郭英的四桥轰隆隆，郭英的子弹照着眼，郭英的子弹刀血染红，突击向我们，肩上的铁刀扔，郭英的连队英雄多，郭英的子弹血染红。那个医院的抢劫案怎么样了？有没有进展？各方面都断了，现在只剩了一个线索。抢劫案发生那天啊，一位病人家属因为医药费的问题，跟收费处发生了冲突。恰好一个护士路过，他就从他手里的托盘里抢了一瓶碘酒，砸到那个收费室的窗口里了。结果一部分钞票呢，就染上了碘酒。那也就是说呀，只能寄希望在那些沾上碘酒的钞票出现在交易场合，或者是呢，到银行存钱。对，可是这种希望为零。那除非罪犯喝了碘酒，啊？有什么问题咱们再改进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，徐教授？哎，队长，我觉着这个软件可能和 Vista 系统的兼容性也有关系，运转速度非常慢。嗯，换回 XP 的可能性。可能性不大。报告。有事吗？啊，对了，你父亲的事儿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跟指导员已经商量过了，给你一个星期的假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打电话回来。队长，还有事吗？有。这样，待会儿再叫你啊。好好。今天是来向您承认错误的。你又闯什么祸了？没有，是以前的事情。我曾经3次擅自离开营地，2次翻墙，1次击倒门岗。我出去都是为了打黑拳，地下的那种。他们是赌博，我没有参与，我只是替他们打拿工钱。消记者拍的那个人就是你了？是我。今天战友们给我捐钱，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
答应过萧记者要站出来。今天是时候了。知道事情的后果吗？知道。知道后果还这样做？不打拳会死人是吗？不打拳手痒痒是吗？手痒了你找我打我呀？你这样做可能会被开除军籍的呀，一辈子你甭想回部队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这脑子他妈坏。不，你说你来了九中队，你给我添多少麻烦了？左一个报告，右一个报告，一天到晚没完没了。我不是因为你一无是处的话，我他妈早就……队长，我弟弟因为我爸爸的病已经连大学都不上了，我作为一个哥哥不能什么都不干。你知道医院打过电话来催医药费的时候，我心里就突突，我兜里没钱，心里没底。你有困难跟组织汇报啊。我不想给部队添麻烦。你是不给部队添麻烦，你打黑拳就不是添麻烦了。队长，我错了。这件事儿先说到这儿。你呢，能够承认错误，这说明你成熟了。你回到家，我希望利用这一段时间，你好好的反省，把头绪理清楚。再回到九中队，我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涛涛，是九中队的排头兵，而不是来拖后腿的。